大家好，我是温以德，今天很开心来这边回答大家有关于营养保健品的问题啊。欢迎大家收看营养保健品大哉问。如果要有一个完整的 Omega 3呢，我们必须含有三种成分，第一个是 ALA， 第二个是 EPA， 第三个是DHA 哈。那 ALA 呢，它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里面的亚麻仁油萃取的， DHA 和 EPA 呢要从我们的深海的鱼油中间萃取出来的哈。那我们多特瑞的这一瓶呢，就是精粹能量鱼油呢，它有从植物还有海洋中啊双重萃取的我们的 ALA， 然后 DHA 还有 EPA 哈。那么在这一瓶里面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有我们在这个大地礼物的植物油啊萃取，还有呢就是它放了一个虾红素在里面哈，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营养，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全面的防护。多酚其实就是植化素的一种，它对于植物来说它是一个保护的系统。多酚呢，经过在科学上有很多的研究证实，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是具有功效的哈。那 Q10 呢，它是这个辅酶，那也叫做辅助的酵素哈，它就是像一个发电机的电池一样啊。那所以呢Q10 呢可以增加我们的活力，如果说我们的 Q10 缺少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慢慢的身体呢感觉到没有活力，然后没有元气哈，整个是精神非常不好的哈。我们在多特瑞里面呢有一个非常 CP 值很高的一个，就是我们的复活植物精华胶囊啊。那在这一瓶里面呢，除了含有30毫克的我们的 Q10 辅酶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种的植物多酚，例如白藜芦醇啊、花青素啊、胡皮素啊、鞣花酸啊、姜黄素，还有红石榴多酚啊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叶黄素、番茄红素等等，它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，而且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保护力。